阿龙有特地载阿芳还有他女儿到游乐区啊去度母亲节。那台车子竟然进去他家，隔一天才出来，我就觉得很纳闷，哪有可能会去小王他家过一个晚上？一个多月的尸体埋在下面，这样走走动动，不怕阿龙把你来锁面吗？因大嫂讲的，去站啊狗啊，大概嘛要带裤狗来咧吠啊。女警跟他看完电视啊，就问他说：“爸爸在哪里啊？”新爸爸把旧爸爸藏到那个袋子里。那哦，无像这种老母的啊，叫早嫁算大家的老爸，我就人来叫老爸啊。我第一件我算强。本周日晚间8点，《台湾启示录》叫杀复仇人新爸爸。